我们都知道我们府城就是旧城区的这个路网其实很密集，而且道路路幅狭小，那交通的流量的特性呢变化多端，所以呢过往呢就靠我们的这个监控人员呢透过监视器那及时的来判别这个拥塞的方向，然后来进行号志的调整，那透过 AI 辨识跟这个相关演算法的设计，所以我们现在的号志呢可以及时的根据拥塞的方向来调整红绿灯的秒数，这样子呢对于我们整个道路的使用的效率可以提升，第一个可以减轻我们监控人员的负担，我们用全部是电脑及时来控制，另外一个是我们透过这个演算法呢，我们也设计的拥塞告警的功能，除了我们监控人员知道之外，我们也把这个资讯分享给警察同仁，所以各分局的交通的警察同仁呢也可以及时知道在他的辖区里面哪里有拥塞，那可以及时派员来疏导，掌握市政三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三分钟。台南市旧城区因都市开发较早，道路拓宽和都市更新都有一定的难度。为了改善旧城区主要道路拥塞的情形，台南市政府交通局积极导入新科技来辅助。近期针对中西区14条易拥塞的主要干道，建置 AI 影像辨识设备，导入云端资讯收集分析等技术，来优化路况监控及机动调整交通号志。我们来听听伟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开车的时候常常会碰到塞车，就一定会禁不住的骂一句话，这红车灯吼是拢无连线呢啦，那到一个路口就多啊，踏一个路口，啊，这是路口无警察的指挥呢啦，大家就会这样骂。警察看到这个路口车很多，他就可以调机动调控，把绿灯秒数延长一点。那相对的路口车比较少的，绿灯秒数短一点，这靠人工的调控。可是号志连线也好，人工调控也好，很难因应瞬息万变的交通状况，可能半个小时前半个小时后车流状况都不一样，这样靠什么？靠 AI、靠人工智慧，靠整体的路网的规划。台南市是个古都、在古都里面要辟建新的道路，坦白讲有一定程度的难度，但是除了辟建道路之外，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运用许多科技的方式，能够让、民众得到有、意义有效果的提升。你好，小公们，欢迎收看二月十号中嘉台南电新闻。台南市会迎接虎年，选择上午举行新春团拜，由其中郭姓良甲20多议员共同出席。市长魏天嘛带领市府的团队前来祝贺，甲议会全体员工互相恭喜，场面相当热烈。台南市议会新春开工上午10点，由议长郭姓良带领座位的议员、甲议会员工，先伫个大门口来分享祝祷，希望新的一冬工作顺利。恭在脚中，三脚中，立行。现场包括市长吴伟泰嘛，带领市府团队共同出席议会一楼大厅的团拜。互惠当年，双方互相祝贺，场面热烈。恭喜你！会长、议长甲市长致辞时表示，因为过年前台南传出新冠疫情本土的病例，配合中央的防疫政策，甲开放大型的疫苗施打站，伫个过年期间，大家才会用过得平安。而且带领着所有议会伫这个时间来举办着新春团拜，希望大家为大家能够带来好的运气，让大家工作更顺利，议会运作更流畅。啊，市长呢，昨天来讲咱要团拜，特别真诚心来参与着这届率领一个主管，在此伫这致上120,000的感谢。伫过年时阵，台南市呢有新冠肺炎的确诊案例。这东西呢，就呼吁大家要戴好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接种疫苗，并确实做到10年制。
今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好好的工作，代表大家都有做好防疫的措施，配合台南市政府整个政策的宣导，也代表我们大家都非常有福气，大家都平安健康。借着团拜的机会，大家都能够共聚一堂，就像在议会开定期会的第一天跟最后一天一样，大家共聚一堂，希望说能够为市民谋福利。那尤其这段时间很感谢议会在防疫工作上给我们的指导。那议会本身又成为大型接种站，好几次哈，那让市民朋友接种起来很方便，而且布置得很漂亮。那一方面欣赏美丽的艺术作品，一方面又可以接种疫苗。那我们的台南的防疫工作做得很好，那大家都很感谢议会各位先进的支持。面对新的一冬，加上今年底阁是选举年，议长嘛唔忘所有员工爱做好准备，因为临时会、定期会将连续而来，唔忘新的一冬有好的表现，呈现新的气象。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全市各中学下十一号就要开学，市长吴怡贴十号先到满岛国小关心防疫准备，并且呼吁各校拢爱让学生健康上课，和家长安心。为着要迎接二月十一号开学，市长吴怡贴伫咧十号一透早就来到满岛国小来视察学校开学进程的防疫准备的状况。市长表示，虽然台南市确诊的个案是六度上低，但是嘛是要保持着认真的态度，守护好校园的防疫安全。市长特别阁指派环保单位伫咧开学进程完成所有校园外口的环境。那基本上，我们台南市的老师，99%好，主要是八以上都已经打完二剂，那也很多都已经打完第三剂了。所以说，我相信要提供一个安全的校园环境给我们的小朋友，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12岁以下的孩子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打疫苗，所以呢，我们特别的着重在国小这个阶段。那至于国中、高中的部分，当然是非常重要。好，那所以希望说，这波当然最重要的希望是希望这波的疫情好，不要能够退散，不要再继续扩大。那在台南市的部分，大家能够守得住。目前为止，我们不要再让有新的确诊者发生，但是也要有赖于所有的老师、跟孩子、跟同学、家长大家一起齐心努力，才能守护校园。台南市已经做好开学的准备，学校的老师嘛为着要配合防疫，提早转来到学校来加强各项的防疫措施。感谢老师为学生的健康够安全来全力守护。和家长会当安心送学生来好好上课。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为了加速民众注第三针的疫苗，市府赶工规划五场大型的注疫苗地点，分别在新营、新化、北区甲中西区。其中两家文兴店为了停政府的政策，特别提供5000个固住的官邸夜会灯，要送予注疫苗民众。Omicron 持续伫世界各地流行，要有效控制疫情，疫苗对拍就是目前上要紧的任务。为协助咱市提升疫苗对拍人数，两家文兴店特别关好市府5000个 Q 版关帝爷花灯，希望吸引拍去民众，只要透过台南 COVID-19 疫苗接种预约系统，预约2月12号到15号所开设对加者接种站的民众。每站前1000名，让当马上得到关帝爷回顶一个。特别的要感谢我们龙旗文恒店哈、哦。那往年龙旗文店都会制作提灯来这个赠送给市民朋友们。那今年除了赠送给市民朋友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疫苗接种的时候只要来接种疫苗就赠送这个元宵提灯，这个是。这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哈，贵而不会很贵，但是非常有意义。那尤其这个提灯是关公造型正好是关公跳这个提关刀哈，然后来扫除疫苗，或是关公看春秋能够找出防疫的策略，那真的是非常寓意深远的。那也希望台南市的防疫工作做得不错，也希望在疫苗接种这边。事实上让市民朋友们有多一层的这个动机不管是阿公为了孙子接种，或者是爸妈为了孩子接种，甚至这个为了
这个自己的朋友接种，那或者最重要是要为了自己的健康接种和家人的健康接种疫苗，我们欢迎市民朋友们一起来接种疫苗。二月十二到十五号期间，总共有五场对家者接种站，分别是新营区南明堂莫德纳疫苗接种站、新化多功能活动中心莫德纳疫苗接种站、北区科学音乐图书馆高端疫苗接种站、中西区卫生所莫德纳疫苗接种站。想要预约的民众，会当到台南 COVID-19 疫苗接种预约系统，也就是台南拍疫苗系统预约。台南新闻赵秀伟采访报道。但是一名工人规家伙啊，住伫安南区，最近因为老爸意外受伤过身，厝内人无多负担医疗甲丧葬费用，所以张桂信良甲议员王金蝶、李忠诚特别前往关心，并且致敬慰问金。李张桂信良伫主持完议会新春团拜过后，马上就赶到安南区的城北路慰问过世一家人，平时靠着工地卫生的过世民众。唔定爱弘扬九十外岁阿妈，还佮有爸阿母啊、佮母囝一家七个人，但最近因为老爸意外受伤过身，厝内无法度负担累积的医药费佮丧葬费用，对此台南市议会特别前往关心，并且递赠5万块的慰问金。带户人家呢，因为房屋是租的哈，那郭源的父亲呢，刚刚。发生不幸的事件，他又要负担90几岁的阿妈的一个费用，还有呢，刚生下两个宝宝，他平常呢以打零工为主啊，这个成熟是一个急需社会大众关怀的个父哈。那台南市议会包括我们的李忠诚议员、王景德议员，还有黄立昭议员的秘书，还有我们的区长啊，我们的里长。共同呢社会局也来关注这个案子，那希望大家能够可以共襄盛举来完成整个的后续的工作尽量来协助该员呢恢复他正常的生活。现场包括议员王金蝶、李忠勤、甲黄丽娇服务处的代表，以及区长甲社会局人员嘛拢到场关心。李忠表示。丧葬的部分，区公所已经协助申请补助，李小的叫卖积极来协助处理医药甲丧葬的事项，希望会用帮助国家早日渡过难关。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嘉南大船不止灌溉嘉南平原，也延续台湾和日本的友好交流。市中委托透过四信赠送500本《1930乌山头》这本册日文版和金泽市，由市中三叶之意代表授赠，希望借这本册将台湾大船水文化推广到日本。1930乌山头是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出版的青少年绘本小说。册中以嘉南大船的建造者巴田与伊个表弟伊东哲作为主角，叙述两个人伫咧建造嘉南大船的时期，甲大船女性相拄的奇幻故事。全册透过伊东哲的画作，嘉南大船的江苏模样，描绘1920到1930年代各种工程人文风景。1930乌山头就是以嘉南大镇当作背景所写出的奇幻冒险小说，我们原作者谢江怡女士不仅文笔十分出色，想象力也十分丰富。八田雨衣以及伊东哲在他的笔下变得活灵活现起来，那么加上大镇女神的串联，整个故事充满着热血以及欢笑，也让读者也会随着剧情的进展而一步一步认识嘉南大镇的建造的过程，以及嘉南平原的人物风景。为着要让日本人嘛，做伙当来欣赏这本有高高历史情怀的绘本，特别欢迎日本文伫咧交和之间由台南市长会特代表来赠送500本的日文版和日本的金泽市。私は市長に就任する前から、我在上任金泽市长之前，以及上任之后。
也都前也都去过台南好过好多次，并且在2011年上任金泽市长的时候，第一次前往台南参加八田基市的追思活动。我在八田基市的追思活动里面也向你代表金泽市民向台湾的朋友表示我最深的谢意。谢谢各位知金人爱戴金泽出生的伟人八田羽衣。金沢市民の代表として台南市の皆さん、台湾の皆さんに御礼を申し上げます。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市府特别选在浙江同时嘛是移动者131回的名单，选在浙江由金泽市市长山野之一代表来受证，让移动者后代阁有同胞买单，甲咱做伙来思念伊。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所属的安南爱心体赛站，成立17年来，不怕真济弱势长辈度过孤单日子。伊为了感谢长期支持的团体甲爱心人士，十号特别举办感恩大会，会长嘛做会制作元宵的会灯，写下新年的愿望，为新的一年祈求平安健康。感恩大会一开始先由站长再来律动歌曲，先花开。甲现场的来宾，义工甲长辈互动，安南区长叶志明、社会局老人福利科科长陈丽金、喜得三明治经理张胜燕，以及朱成江朱成会代表，也拢做伙陪阿公阿妈跳舞运动，场面温馨。感谢我们华冈基金会，感谢我们所有的志工的一个努力。那这个我们台湾人哈，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就是人。啊，为什么是美？是因为有大家的一个帮忙，我们才能够成就啊这个地方哈、啊。在未来还是期待哈、啊、大家的帮忙。今天看到了这边看到一些叔叔阿姨他们的精神状况都挺好的，然后我们今天也十分感谢华冈基金会给我们这个机会过来参与这17周年的感恩茶会。那接下来就是说，未来有。对任何活动的话，我们那个喜德呢也会全力的配合。安南爱心停赛站成立至今已经有17年，在地服务超过300名弱势长辈，也是因为有真侪善心人士倒卡手，才让长辈照顾服务无中断。不过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后不少社会团体拢真辛苦。台南 A 线站长张瑞芬表示：“安南呢，是我们台南呢，算是第一个开站的站，第一个开站的站。那到现在呢，大家也看到说，到今年已经是17周年了。那华山呢，是从民国88年的时候呢就开始成立，一路以来呢，来提供免费的道宅服务，来帮助许多的长辈。那这两年疫情，我想对我们各业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啊，感谢社会大众。”一直以来的帮忙，那今天特地举办这个茶会，邀请善士跟我们长辈一起制作元宵的花灯，那希望能够写下心灵的愿望，健康平安，而疫情能够赶快获得控制。那诚挚邀请就是社会的大众一起加入爱老人的行列。华山基金会为了照顾在地弱势长辈，目前在全国成立大约400个爱心停赛站，服务将近30000名长辈。秉持在地老化、社区互助等理念，免费提供教体方式、慰问关怀、陪同就医等服务，期待以在地人服务在地人的精神，建立社区互助自助的模式，也欢迎认同因照顾理念的朋友，做伙加入爱老人的行列。台南新闻赵秀伟采访报道。来自桃园的立新公司，过去伫北部一直有咧做公益，即回伫建平里中的砍山，嘛回馈予建平甲宜平两里的继续的好，相当的感心。而且保里中也拍算延续这份爱心，扩大成立食物银行，来长期性帮助有需要的民众。立新公司台湾区的代表甲建平里长保建峰，还咧将豆油、沙拉油、卫生纸等物资包装，将一一送予建平甲宜平里70户的低收入家庭。立新公司表示，因1809年8月伫桃园成立以后，一直伫北部做主先。下半年，因将来安平扎根开设医学美容诊所，所以嘛决定公益捐助对建平里出发。希望要回馈有需要的就是
能够这次给我们一个机会哦，让我们来多一些哈付出哈，啊那然后是小小的心意哈。可是如果说这边我们全世界这边哈，如果说有需要，我们来大一起来共同啊来一起来扶助，还是说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共事啊，这个慈善活动的话，我们绝对会全心全意的配合。建平里头表示，看到弱势需求，都来代表接下这批物资，也希望延续这份爱心的热度，召集更加侪善心企业共同来成立食物银行，无限期收入，长期性来帮助更加侪有需要的民众。那这次立新公司来帮我们做这方面的捐助之后，我们想把那个热度哈一直在。把它持续啊，随时都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哈。但是，所以呢，立信公司说啊，我们在未来哈，跟我们来成立一个食物银行，哦，让有需要的他们随时可以拿到一些食物、一些物资，哦，不要说他们因为这批送完的，哎，过了一段时间就没有了，哦，那我们是说希望把这个热度一直在保持那个温度，一直保持着。经过了解，其实这批物资过年之前就打算买关，不过因为历来年前已经分配捐出三摆，所以才留到春节过后和资源平均分配。台南新闻郭文吉和乔芳采访报道。北区花地里以鸟头鸟作为吉祥物甲守护神，并且伫三公园打造整体艺术以后备受好评。加上三冬来出了四本绘本，和居民来认识社区，甚至免费印刷送予十五间学校的偏乡儿童。这些侪行动拢是利用宋兰美玉伫立社区的一份热情甲使命感。一个到华德里办公室满满的奖杯，甲三十七区第一名的奖状，拢是里长宋兰美玉用心经营以来，备受中央甲地方政府肯定的成果，相当壮观。更难能可贵的是，伊运用四十多年来幼教经验，甲查某囝宋明慈合作，对旧年开始的编写彩色绘本，用生动活泼的图文，让里面和小朋友浪荡清楚来认识社区公园、环保意识、花地里的由来，以及风灾、风球等等的主题。三冬来已经完成四本，用心亲近社区，使人钦佩。我们有六块公园，还有一个外围的那个棒球场，我是想要改造，翻转旧思维，改造一个不一样的环境。好，我们这里也都是外来的，就是用新的社区。然后我们是希望是说，哎，把它翻转旧思维，把它创新改为，就是说，每一块公园就是有它的特色，有它的故事。啊，希望就是三代同堂能够同乐。李钓用心勤俭，嘛运用伊特别专业好功夫，选定象征吉祥、智慧加勤劳的鸟头鸟，设计出一只宝贝的吉祥物。各地社区公园打造大型整体艺术，除了和家里创新的形象，更希望造出宝贝里面的平安健康。啊，我用一个猫头鹰的象征，是说，那猫头鹰是本身就是很有智慧、很勤劳，加上一个幸福的标志。那这个猫头鹰它所带来给我们的幸福，我们叫那个幸福波比。波比的意思是波比。每一天对透早打扫公园环境，一直到晚巡守治安，一天困无两三点钟的里长，新的好年也够表现气候变迁影响、家庭暴力防治以及新住民文化教育的三本绘本正在筹备，希望用热情加使命感，和这个新社区就是甲别人无同款。台南新闻郭吉和乔邦采访报道。感谢收看二月十号的中港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